有机会塔杀的哦，在上半部的位置，这鳄鱼的血量有点危险，下半部也是推得过深，准备第一波的进攻，来到了妈吉的烟雾弹，只手遮天，遮弹去遮上去，看不到灯笼，终于看到了灯笼，这是等于他已经绕过两个奈德利的陷阱，过了吗？过了，这格雷夫有减肥过，绕过来粉眼也没看到，想过来插一下哈纳比，正中下怀吗？稍微扭动一下。卷木奶就在等有没有要进来，但最后哈纳比就算没进来，也是冲出来的卷木奶准备跟着 PK 来做夹击，交闪现哈纳比往上跑，但还是被单个闪现格雷夫直接贴上一个，他完全没有碰到奈德利放的两个陷阱，然后再用一下墙躲过了河蟹的视野。这波 gank 我觉得哈纳比他其实有闻到，他说已经没看到啊。不过后面回来，下面的匿名已经来了，是一个五等匿名，看起来是 PP 赶到的，过来支援一下。鳄鱼也来了，从后面赶到，不过也是一个五等，这是一个五等大战。啊，谁先六谁就输啊，所以没得敢六等，所有人都是五等下来集结。也是这只李逵赶紧离开了，上半部的野区是不是都还没刷干过的发育，而在中的位置蜜雪今天给压制了，在下半部画面没带到的情况下，一堆人已经倒下了，而且残血的考拉拉不到一百滴的血量成功逃脱。而且这里其实考拉是给虚弱，然后布鲁斯也是。哦呦，利兵来了！哎呀，这 tank 速度快到导播跟不上了，你知道吗？我也跟不上啊！打快了节奏，来看下半部如何去发生的。这布鲁斯是怎么？感觉被勾到了，应该是被勾到了。哎呦，被勾到，然后这个其实标标、哇哇，如果这个标也是很准，然后最后利兵是直接飞下来。阿衍，考拉也是很绝望啊，没得救啊！下在了一个，他被上奈德利，哦呦，飙到了，是很容易打出一些塔下的一些消耗。河蟹没了，卷木奶尴尬凝滞命运，巴德康特预示者能力来了，但康特了预示者有点康特不了 poke 阵，对面还在骚扰，一飙又进来，小兵帮挡大绝也下，所有技能全部往塔里丢，妈姐人非常痛苦。一边 mission 只能痴痴的望着队友加油啊，队友加油啊，队友有没有机会包？雷西被抓到，奈德利准备要跑 ，CD 全部控制，终于让米雪有机会进来，要来射手。不过匿名也到了，这一波的团战，马吉并不是很好打，黄牌进入，还好有个进化，布鲁斯直接交流往左边走，在闪现的一个进场 ，Unify 一个散弹枪扫射打倒了布鲁斯，然后再一个闪钩，这一个下路完美的配合，直接带走了对手两个 AD。哇，凯沃的进攻就依旧是一个问题嘛，你伤害不够嘛，这个就是。当你只能有后期阵的一个算是迷思，就是这波好不容易有机会，如果我这里能捞到一个人头，那我就血海，我卡卡丁可能直接起飞，但是就因为这个惊人，让他们直接拖了很久，变成是后续 PS 这个伤害是让马吉完全毫无招架之力。哇，这个再闪勾，再勾到一个格子，太漂亮了。这个隔墙的一勾是人家都下来了，我有下路打了起来，是针对了鳄鱼，一套伤害看起来 all in 是打不死鳄鱼的，有个灯笼匿名已经先逃了。后方位置哈纳米开始连射往前闪现普攻，差一点伤害没了灯笼怎么办呢？凝滞命运先往左边针对的是凯云，凯云被留住，哈纳米被射连续的射，杰伦奶能不能成功？被下了虚弱伤害好像不够，反而被反杀了。后方冲进来，终于只有 Mission 拿下了人头，但自己能不能逃跑呢？因为 Unify 也已经赶到，最后往前跳的 Mission 尝试换 Tank 没有换成功。Mission 的倒地。看那个回放，他这波也是做了超多事情。看一下这一波是 PK， 这主要是看起来是 PSG 主要先上，因为匿名先飞了，匿名飞下来就直接选择两个人先集火鳄鱼，而且后发现基本在后面的时候，其实第一时间选择逃脱，然后给一个灯笼救到人。这个时间点，哈拉比就想要闪现 Q， 但是没 Q 到，因为被这个 Gemini 给挡住了。那后续这边卡瑞虽然被挡住，但是哈拉比正在逃亡。最后他出来之前给了一个虚弱，让这个格雷夫是伤害差那么一点点还打，这边是格雷夫拖延了很多时间在这里。那最后变成当妈吉非常想要这个人头的时候，其实所有的人都已经太丢脸了，很压力不大，除非他自己走过去，你这边中了。开大直接要砍 PK 已经准备好了，后方位置四个人夹过来，哈纳比就如他的名字一样，烟火三条龙
PSG 几乎没落后什么，没失去什么。这个对于马吉来说就是一个人头，然后有顺利的让给比较需要发育的伊泽瑞，这四条龙对马吉可能真的是最后一条的情况下，只能赶紧来守备。但左边的巴德先被抓到，赶紧做车走，左边位进入的河道里面，鳄鱼也被限制进入弹幕上方的布鲁斯往前一刷，稍微有劝退的一个效果。不过 PSG 思考一下，没有很痛，选择继续的往前，在河道骚扰。针对的是卡萨丁，所有人都盯着卡萨丁。这个时候在 poker 啊，逆命丢牌是 poker， 杰西丢炮也是 poker， 开大了位置，抓到了落单的人员，右边是抓到了鳄鱼，标枪做的 AP 伤害往 PK 身上灌 ，PK 血量剩下一滴，就把这边奈德给收掉。后方位也夹了过来的费尔西，这次的闪光并没有命中，不过后方的伤害已经让布鲁斯已经大概跌倒啊。哎呀，这边鳄鱼走在路上，这个时候其实他这个大绝一开过来，开在草丛里，虽然有视野，但是对于鳄鱼来说他已经没有大了。这是一个很蛮果断的事情。淘汰一号。淘汰，再来换那个淘汰，再淘汰一招淘汰，淘汰。你是巴龙，你是 Red 之子淘汰，我换回来继续抓，但伤害还是没有灌死哈纳比。左边是瑟雷西上到了上面，跟着 Tank 做配合，针对的是 Koala 还没有死，靠着一个通道往右边成功逃命。前方的凯文撑到最后竟然没有倒，他在前面撑了至少有五秒钟。巴龙还在继续开，因为 PSG 根本是不管马吉的人员，马吉的打野正在开 Gemini， 没有闪现，但有一技能，能不能上去当个英雄？烟雾弹扫了下去，这雷西往右边勾，针对了 PK 没办法下来，右方位置准备进场，来看一下巴龙最终争夺在1500滴血进去滑下来抢下，没想到克雷夫已经融化，后方的布鲁斯也根本没有输出的空间，也是倒下。100-200那个伤害是有差的。对，就这里就本来虽然是没有闪现，但还是有滑步可以下去。最后这里其实真的很有点胆战心惊啊，但以重疾上来说，还是让 River 去拿到这个龙，803的一个血量送下来，而上方的位置又输出不够。匿名又来了，是 Tank 针对的是下方的匿名 PK 又被抓到，而且左方还有拉着灯笼过来的 PSG 双人组，想支援的 Magi 人员就自己在窄口区被针对，这期勾到巴德 Koala 倒下，后方位 Vision 根本没有进场跳跃的机会，而且上了灯笼 PSG 人直接杀到别人的家中，连续的骚扰 Unify 最后的一发451滴再加定，这一个 combo 伊泽瑞 boost 根本没有秀的机会，小 B 已经进到了 Magi 的家中25分钟。马姐人员剩下的只剩看着珠宝爆掉，媒体亮了出来，还有人想着媒体啊，过时了。让我们准备要恭喜的是 PSG 在 PCS 夏季联赛第一场开幕战拿下比赛。好了，我们看到火龙了，当然我们也是要请火龙稍微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 PSG 的 Hanabi。 看得出来这个非常开心，就在输了开门红嘛，开门红也赢了。那当然这边来开始访问一下，那当然这次你们的初赛来到了夏季，有一些特别的调整，就是这位 Tank 选手，那他这次选出的匿名跟之前 Candy 长腿英雄其实是在我们之前春季赛没有看到的，那你认为他本身加入你们的团队有什么样的一个化学效应吗？So you guys have some roster changes this season with a new Korean player, which is Tank. And his champion pool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from Candy, which he chose Twisted Fate as his first champion in the first game. So what kind of changes do you think he made in your team in terms of team dynamic? 我觉得 Tank 跟 Candy 最大不同就是在打法上吧，因为 Tank 其实是比较激进的，然后 Candy 是比较浓的，所以如果 Tank 上场的话，我们就会想办法在更早把游戏结束掉。So Tank is more aggressive, and versus Candy is more, he needs to farm more. So if Tank is playing, we're going to have to play a little more aggressive and more faster than Candy. 好，那第二题的话，想要问一下这个哈娜比，就是 PSG 就是从夏季开始冠名你的队伍。那 PSG 他们其实是一间非常有名的这个传统的足球俱乐部。那冠名之后，队伍上面没有什么些气氛上的改变？So PSG Esports became your titled sponsorship in this season. And so they're a very well-known soccer club in France. So what kind of changes do you see in your team after they help you out? 说实话，我完全没看足球，所以也不知道这间公司是怎么样。So to be honest with you, I don't watch soccer, so I don't really know anything about them.没事，我们那个脚能踢起来就好，能踢起来就好，手也能用起来就好，好不好？对，你换衣服就好。没错，那当然非常感谢 Hanabi 来接受我们的赛后访问，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翻译姐姐。